to fight， 别花时间找借口，别浪费力气难过。 大家好，我是程胜宇，我在去年的12月11号发行了个人第一张专辑。那么这台车呢，也是当时我在11月份的时候在全国做了一个巡回环岛的一个快闪的一个活动，然后现在我的专辑已经发行了，希望各位朋友呢都能够支持我的专辑，并且能够在我的脸书上面搜寻这三个字。 耳东城，盛开的盛，宇宙的宇，并且帮盛宇我点一个赞，在这边恭祝大家羊年行大运，羊年新年快乐，谢谢你们。